过疫情持续没有减缓，但年末各大颁奖典礼依旧照常举行。粉丝又想看舞台，又担心偶像的健康，完全心情很复杂。18日 KBS 歌谣大助祭率先开跑，为了弥补观众不能进场的遗憾，舞台设计方面算是超有诚意，各种跨团合作表演都十分精彩，包括男女团领舞们的帅气演出、 JYP 和选美的师徒合作等等。而今年超大事的话题人物 Jessie 则找来 GOT7 的 Jackson 一起进行努努娜娜的舞台。除了超人的合作让气氛火热之外，还有眼尖网友发现，在两人勾肩搭背时，大拉拉的 Jessie 甚是拉着 Jackson 的手。不过身为偶像的 Jackson 手一直都保持悬空状态，礼貌的绅士手意外引发热议，也让网友笑说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满满的求生欲。